今天有这么多的学生在周六的晚上来听讲座，我感到非常的欣慰，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那么我想呢，周六的晚上呢，因为毕竟是周末，可能更多的人想休息，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听这个讲座。我也想感谢美院的教授刚才的介绍。美院呢，在北京，那么我每次来呢都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记忆。那么波斯文学当中呢有一些这个隐喻，谈到伊朗和中国，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呢就是尼扎米所写的，他所说的是希腊和中国的这个艺术家，那么他写了有50首的这个组诗，那么讲到是20世纪。那么其中的一首诗呢，就是讲到亚历山大大帝。其中的一个故事呢，就是说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横跨了亚洲来到中国，见到了中国的皇帝。他们之间有一些彼此分歧的地方。 那么比如说他们争论，那么哪一种文化传统是最好的，是希腊的文化还是中国的文化？所以说他们之间呢，在这首诗里面有一些争议。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们打开了这个大殿里面的房间的门。那么在这个房间里面呢，有一个幕布，这个幕是关着的。 还有呢，墓的一边呢是中国美术家的作品，另外一边呢是希腊艺术家的作品。那么在这个之后，亚历山大和中国的皇帝来到了这个房间，那么把这个幕布拉上了，那么亚历山大大帝也看到了这个每一边这个墙上呢挂着的画呢是同样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他在墓后面看到了这个希腊的画。那么他在之前呢也见到过。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在墓一边呢，这个中国的画呢是一样的。那么他意识到中国的这个艺术家他们的画作也是。 其实是通过这个墙上的一面镜子反射出来的。那么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决定But this is a story that was frequently told in Persian literature.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中国的画作。It's a story that's told repeatedly, but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解读是非常的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他们之间的知识呢有非常广泛的接触。那么人们本来有一些不了解上帝的呢，通过这些知识的接触呢变得更加的了解。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很多故事当中的一个，就是它能够反映交流，其实是一个非常顺畅的过程，在东亚和西亚之间，有一些艺术方面的，还有一些文化方面的这个交流。那么，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呢，就是中亚的帖木儿王国、帖木儿帝国。以及明朝之间的艺术交流，主要呢是集中于十五世纪早期。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帖木儿帝国和明朝之间的一些交流，使得来源于中国的一些艺术的资源、一些想法流入了帖木儿的艺术。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模仿中国的艺术，其实也包含了一系列的解读和改编。那么帖木儿的艺术家呢，希望能够去改变，去重新定义，并且能够提高中国的艺术，因为中国艺术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灵感的来源。Relations between Timur, founder of the Timur Dynasty, and his contemporary Long Luo, third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创始人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永乐帝或者说明成祖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好。然而呢，两者之间其实有过蜜月期，在洪武年间，明太祖曾经频繁地派遣使团到帖木儿，而这个来往也是相互的。一直到1395年呢，帖木儿向明成祖上了一道贡表，而明成祖呢以为帖木儿将臣服于他，还提到了这一点，并且呢还派使团前往帖木儿帝国去表示感谢。而之后明成祖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使团被扣下了，之后呢明成祖派过去的使团也被扣下。那么在之后呢，帖木儿帝国也派使团来到了南京，而在1405年在帖木儿进攻明朝的路途之中呢，他去世了。What he described as the Chinese infidels, meaning Buddhists, non-Muslims, who would wipe out the bad deeds of his past. 如果进攻明朝胜利呢，那么战胜了这些中国所谓的异教徒，也就是佛教徒呢，就能够将他过去的劣迹给勾销了。那么在帖木儿死之后，永乐帝尽力的去维护西面的边境，去巩固他的同盟，比如说和吉木萨尔、哈密和田、独庆、杜鲁番等地的统治者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这使得明朝和帖木儿帝国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区。而这些内亚的国家和地区呢，向明朝进贡了鲁沙、羊、骆驼、马、猎豹、狮子、海东青以及其他的当地产品。那么中国呢，也向他们赠送了彩色的丝绸、金线织锦、薄纱、有花朵图案的丝绸、绸带、纸币、银锭、棉、长袍等等。而1422年12月14日，哈密派遣了
44个使团向明朝进贡，而有记录显示，在1420到21年，也就是明朝建都北京之后呢，也包括在建都南京的时候，这些使团都来到了明的都城去进贡，同时来自萨马尔罕和哈烈的商贸使团也得到了明朝的欢迎，同时受到了明朝的吸引。同时呢，永乐帝也派遣了之前曾经去往帖木儿的富安继续前往帖木儿，去赠送礼品给沙哈鲁，也就是帖木儿的第四子。明朝使团在1409年到达了哈烈，哈烈也就是帖木儿当时的首都。1410年的另外一个明朝使团也来到了哈烈、萨马尔罕、设拉子、安吉延、本都布依、吐尔番、柳城和喀什等等地区。而当时呢，永乐帝给沙哈鲁写了一封信，说希望他能够和他的侄子哈里勒苏丹重新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当时呢，哈里勒已经死了，所以说当时导致了两国之间有一个3年的冷战期。而1413年的两国之间的交流恢复了，从1415年、1418年、1419、1420及1422年间，两国之间进行了很多的交流。帖木儿送的马、骆驼和其他的当地产品，以及猎豹和狮子给了明朝。但是到了明宣宗时期呢，两国之间的交流就停止了。当时有一个明代的使团，他是由陈诚所带领的，曾经带领几个使团到达了哈烈和其他西域的国家。而陈诚呢，1410年10月份到达了哈烈，同时在那里待了两个月的时间。1415年10月30日回到南京，他的同伴有跃马刺、清河监副李先、太监李达，还有整个使团的领导。陈诚当时记录下来他曾经到达过的地方、当时的路况以及气候。他的这篇日记叫做《西域行程记》，同时呢，还有一篇叫做《西域藩国志》，是更详细的介绍了他所经过的城市。不好意思，我的中文发音不是很好。而明史记录了明朝送往帖木儿的商品，包括纸币、丝绸还有薄纱。同时呢，波斯的历史也详细的记述了中国使团的来往，包括1409、1412、17和19年之间的互访。而我们主要获得这部分历史的来源是 Fajaldin Ahmad Kafi， 他是沙哈鲁和拜宋霍尔的财政大臣。而1442年呢，他所著的历史书叫做《两个星辰的升起以及两片海域的相遇》，是在1482年之前完成的。那么在1412年他的记述之中呢，萨马尔坎迪这个人他记录了当时
不同朝廷国家之间的官方信函的来往以及礼物的交换，而1417年所记录的礼物则要更多。当时呢，中国的使团带了很多的礼物和金钱、海东青、绸缎等等，包括红色的丝绸、瓷器，还有食品。另外呢，还有给储君和君主带来的礼物，这些都是记述在官方的信函之间，还有一幅画作之中的。而 Samarkandi 他也写到，当1412年的使团回到中国之后呢，一个提木尔的贵族送给了永乐帝一匹白马。而当时呢，这位贵族对于自己送的礼物非常满意，还甚至为这匹马做了一幅画。而这幅画上面呢是这匹白马加上两个长马冠，而这幅画，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这幅画呢，它是在一幅画册之中有所记述，但是呢，我们不清楚这是不是萨马尔堪蒂所提到的那幅画。而在永乐帝他所书写的信函之中呢，他提到了七只海东青，虽然呢并不是很名贵、很稀有的品种，但是他说这是两国之间亲密友情的见证。那么这是由中国艺术家所绘的海东青。虽然说 Samarkandi 他的描述大部分是参考了 CAFA 的历史记载，但是还是两者之间存在一些不同。比如说1417年 CAFA 的礼物的记载呢，包括了几乎所有 Samarkandi 所描述的、所记述的礼物，但是呢还增加了中国的纸盘，还有食品。而这里面所说的中国的纸呢，它是一种来自中国的撒金纸。而在1415年和15世纪50年代早期，我们看到在提木尔帝国有这样的一部作品，它是专门献给当时的首领的，而这个作品的用纸就是来自中国的撒金纸。而在15世纪呢，像这样的纸类还多多少少的在这个地区使用。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青花瓷的盘。而说到 Majmal 这个词呢，它可能就是当时波斯人所说的中国的盘，也就是用来盛食物的这种器皿。而另外呢，永乐帝和沙哈鲁，也就是当时帖木儿的国王之间的一些交往呢，也得到这样一篇日记的证实。当时呢，是叫纳卡什的这个人呢，他从巴尔卡来到了北京。1419年12月4日离开北京呢，几乎是在3年之后才回到他的家乡。但是不像陈诚这样的，像这个人，除了他自己所记述的历史之外，没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他去了中国。只有一篇进度报告，就是在哈列的皇家工作坊，这是1430年的一篇工作坊的作品之中呢，才能够有少许的记载证明这个人的行踪。而这个报告里面也提到了纳卡什这个人呢，他当时在为一个叫做玫瑰园的作品绘制插画。那么有可能这个艺术家就是去前往中国访问的那个艺术家。另外呢，Calden 的日记他也以多种形式记载在了帖木儿的多篇史书之中。而
有在所有的史书之中呢，这篇日记的作者都记载的是这个 Alden。另外呢，在这个人离开的那天起的，他们就决定要忠实的去记载他们一路上的见闻，要不多不少的记载，包括事件、路况以及城镇，还有守卫部队的情况、建筑的情况、国王的情况等等。而这个 Jihadi Alden 呢，他回来的时候要肩负着记载下他所有见到的事情的任务，并把它集中到一篇日记之中。而当时呢，这个使团的团长是萨迪克巴扎，同时还有一些使团的代表呢，是由沙哈鲁的孩子们所决定的。同时呢，沙哈鲁还指定他的另一个孩子去派遣代表前往中国。而直到回程的时候呢，帖木儿的使团才见到了来自Shiraz和 Rustam Mirza 的使团成员。而其他人呢，他们也有了能够派遣代表前往中国的殊荣，他们是阿米尔·沙尔·马利克，他是和 Roxburgh 的统治者。同时呢，还有巴达克山，也就是当地的统治者。同时还有沙哈鲁的儿子之一，他也派遣了一个使团，是由沙苏丹等人带领的。另外呢，在Jihadi Alden 他的记述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使团的成员包括沙哈鲁的治下的所有的成员，还有他的家族成员。所以说呢，这个使团其实相当于是沙哈鲁统治下帖木儿帝国的一个组成，基本的组成。但是呢，明朝当时对这个支团组成的观点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奥顿呢，他详细的记述了他所到之地的地名，包括他的定居地还有地形等。Or the time. 然后呢，也标上了时间，比如说年月日，比如说呢，就是5月31日，公历5月31日，他们朱麦达这个历的这个18日，那么他们到达了一个叫做萨鲁布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就是他们描写的一个框架。那么通过这样的记录呢，我们可以还原出他们这种使团出访的路线。那么我也准备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概述，就是时间地点的这样一个概述。我们之后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还可以再回来看一看。中间这页幻灯片好像不见了，不过也没关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团呢，离开了赫拉特和萨马尔罕，然后呢，他们这些使团也遇到了其他地方的一些使团。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们继续向北边的一个路线，之后呢来到了萨鲁布。那么通过这个地方呢，他们又进入了韩国，然后呢又进入了中亚的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夏天的牧场，在仲夏的时候，他们记录下来，就是说这个河水已经结冰了，厚度呢是2个手指这样厚。然后呢，他们也记录下来，继续往东，他们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后呢来到了吐鲁番。这样的一个路线呢，
northern Silk Road, 其实是与北边的这个丝绸之路有一些平行，有些地方是平行的，有一些地方是重合的。那么他们通过这条路线呢，来跨越了伊犁河，来到了天山的北边，就然后呢，来到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从吐鲁番呢，他们又到了库车，然后之后呢，到达了现在新疆的哈密。到达哈密之后呢，他们接受了一个叫做王大济的人的宴请。在这个宴请的时候呢，他们再一次点数了一下使团内的这个人数，这个是510个人。之后呢，像在之前提到的，他们到达了嘉峪关，从嘉峪关呢又到了酒泉和张掖，然后呢从沿着长城的南边跨越了河西走廊，到了甘肃省。那么这是河西走廊呢，这也是一条连接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一个通道，也是连接中国的这个中部和东部的一个通道。那么在那之后呢，他们跨过了黄河，在跨过黄河之后呢，这个旅行的日志上面也提到，他们说这个黄河呢有奥克苏斯河的两倍那么宽。那么之后呢，他们来到了这个真定府。那么读这个里面的这个地名的一个难点呢，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个中国听到的这个名字音译成他们当地的这个语言，所以我们推断的这个真定府，这个扎定府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现在河北省的正定。在到达正定之后呢，11天他们最终到达了北京。所以他们其实是沿着一条比较靠北的路线，从甘肃省跨越了现在的这个宁夏、陕西、山西和河北。他们跨过黄河的地方呢，应该是在现在的银川和兰州之间的一个地方。那么黄河呢，也是中国的这个第二大河，与这个奥克苏斯河相比呢，它的这个水量要庞大的很多。在返回家乡的这个时间呢，是1421年的5月中期。那么他们这个行走的路线呢，是比较靠南的这条路线，是从山西省的临汾市跨越了黄河，然后呢又分别到达了这个陆续到达的酒泉、张掖等等地方。那么最终呢，是在1422年的8月28日到达了赫拉克。这个返回的这个路程呢，它只有一些非常简单的描述，写了路线、日期和遇到的人，所以看起来呢，这个返家的这条路线呢，不如进北京的这条路线有趣。那么他们首次提到建筑的这个记录呢，是非常简单的，非常简短的，提到了一些这个非常大的寺庙当中的这个偶像。第一次提到的是在吐鲁番。那么一个寺庙当中的一个殿呢，它有这个日志里面所写的是这个沙卡穆尼，其实就是一种佛像。那么这个地方呢，吐鲁番这个地方是从公元1世纪开始，到这个1300年的这个14世纪的头十年这个晚期呢，一直是间隔的由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统治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他们也写下了，就是说这个城市的统治者，他站在这个佛寺的对面的这样一种景象。那么他也提到了寺庙里面的这个佛像，说他的这个大小呢，像是一个10岁的一个男孩等等。那么他们第三个这个栖息地呢，是在这个嘉峪关。嘉峪关呢，是由非常高大的山峰包围着的这个两扇门。那么这个嘉峪关呢，是
跨越亚洲的这个北线的这个路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它是在这个河西走廊的最窄的这个地方，在祁连山和马鬃山中间。那么在当时呢，这个嘉峪关对于中国的国防，对中国的防卫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点，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酒泉呢是他们所到达的下一站，在酒泉呢，他们所描述的是一幅城市生活的景象，在这里呢看到这个猪肉和羊肉在市场上，在市集上呢是挂在一起的，所以这也推断出当时呢这个地方它过的不是一种穆斯林的生活。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酒泉，它由非常强度很大，也是很高的墙所包围着。那么还有呢，很多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集市，以及一些塔。还有呢，就是两层高的这个亭子，被彩色的瓦片所装饰着，墙呢上面也贴着彩色的瓦片。那么这也是当地的一种建筑的特色。还有呢，就是有中国的这个钟乳石所装饰。那么这种塔呢，是在每一个巴扎、每一个市集上呢，都是存在的。同时呢，在这个市集之外呢，酒泉还有很多的这个寺庙。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寺庙的门口呢，还会有一些非常英俊、非常帅的小男孩呢，让人们欢迎人们进去。那么这个旅行者他们呢，他们也描述了这个猪肉和羊肉在市集上放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情景。不过呢，在穆斯林看来呢，这样的方法呢是会使这个羊肉受到所谓的污染的。那么他们也给这个他们所看到的建筑呢找到了一个术语，他们用中国钟乳石来描述这个这种建筑。那么这样一来呢，能够有助于他的读者去进行理解他所指的这个，他用这个术语所指代的呢，就是这个中国的木结构建筑，包括这个飞檐啊等等。他认为这个飞檐呢是跟波斯的、伊朗的一些建筑风格是很像的。那么下一站呢，他们是到了张掖。张掖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寺庙的，那么他也描述了这个当地寺庙当中的这个佛像。还比如说他描述他说他有这个50万尺高、70万尺宽，从底到脚等等。那么还有呢，就是他所描述的这个偶像呢，这个佛像呢，他认为他的表情呢是非常非常的栩栩如生的。那么他还描述到他这个人像的这个一只胳膊呢是放在他的头下面，还有另外一只胳膊呢是覆盖着他的脸。那么这个寺庙呢也是由这个饰金的这个幕布，还有一些倾斜的平台、椅子、烛台等等，还有这个宴会的容器。那么他可以他的这些描述呢也可以使我们认出来，他所指的这个寺庙呢正是当地的这个大佛寺。这个可以追溯到西夏王朝的时期，也就是1038到1227年。那么他所描述的呢就是这个大佛寺当中的一个涅槃佛的这个情景。那么这个涅槃佛两边呢也站着他的十个弟子，还有呢就是这个18罗汉。那么同时呢，这个墙上，这个寺庙的墙上呢，还刻画着从《山海经》里面所得到的故事，还有这个明朝的时候的那个《西游记》的故事，都是刻在墙上的。那么在张掖呢，还有就是一些塔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建筑。那么它所包含的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八角的这个亭子，那么从底到顶呢是15层楼高。那么每一层呢，我们都能够看到有一些中国特色的建筑，它的亭台楼阁，还有它的这个特色的屋顶。那么在其中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佣人和女佣站在皇帝的两边。那么它周围呢是有很
很多佣人在服侍的。这个亭子的地基呢也是非常的结实，那看起来呢能够承受住这个亭子的重量。那么这个亭子呢，它是200,000尺的这个周长，120,000尺高。那么在屋顶下面呢，阿定这个人呢看到了一个石柱，石柱呢是在一个铁质的这个地基上面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亭子不稳。那么这个他所描述这个塔呢，我们可以认出这个是万寿寺周围的这个木塔。那么大概是在北周时期所建造的，它在1926年的时候呢又重新的建造过。那么下一个城市，他们所到达这个城市呢就是正定，它很大，而且呢人口非常的密集，还有很多规模比较大的寺庙，以及铜铸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佛像。那么它有很多胳膊。所以呢，他们把当地人把这个叫做千手观音。那么这个呢，就是从奥丁的旅行日志里面所摘出来的句子。那么这个千手观音呢，在中国全境都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在这一段之后呢，旅行志上还描写了一些寺庙和其中的佛像的非常非常详细的故事，以及比如说这个有8层楼高的这个大佛，那么他们在这个佛的膝盖、脚跟、肩膀还有手腕以及这个胸的部位呢，都有很多的这个楼梯，那么可以帮助来访者去仔细的观看这个佛像，所以这个全貌呢是非常非常令人惊叹的。奥地呢，他们也去了很多的这个有利的位置，仔细的观察了这个佛像。当地的这个使团呢，他们得知说这个佛像呢是直接铸成站立的这样一个位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它的旁边有很多的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寺庙，那么其中呢还有一些僧侣的图画。在他的描述最后呢，他说这些人的画笔好像有魔法一样，他们画出了羊、豹、龙和树木。而在这些寺庙的墙壁之上呢，也有着非常精彩的、非常美丽的绘画作品。而他最后提到了一个叫做天伦的塔，而这个建筑群呢，应该是正定的龙兴寺，它是1922年隋代的时候建立的，1971年宋太祖时期重建。而里面的大悲阁还有铜制观音像是大概20米高，它是宋代所建立的，是站在一个神坛上，而里面有一个楼梯可以让大家去从不同的角度看观赏观音像。而另外呢还有包括慈氏阁、转轮藏殿还有摩尼殿。而在2周之内的时间里，使团就来到了北京城。他们发现这座城它是非常有分量的一座城，是由石头所建成的。因为当时呢有很多建筑还在建设当中，城墙周围有10万座支架。而使团当时来到了一座塔边，这个塔呢也是在建设之中。而之后通过这座塔就来到了皇帝庄严的宫殿面前，而他们通过了第一道大门，走过了石砖地面，同时呢还看到了排成两排的10个大象雕塑。而他们又进了另外一个大门，当时呢有10万个人在那里等候，他们从那里看到了非常开阔的一片区域。
而再往前走就是皇帝的楼阁。当时呢，有三扇品牌的大门，只有皇帝才能够走中间的门。而这样一个区域正是群臣或者是想要面见皇上的人的等候区域。而在这个开阔区域，就是这个庭院的周围呢，有很多的房间、阳台，还有非常壮观的立柱。而日出之时，使团允许通过这样一个大门。而当时呢，还有很多的中国人也和他们一起进入了这个大门，来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楼阁，有着一个三角形的台子，当时有上面有一块点缀着金片的黄绸子，上面绣着凤凰和其他的鸟类，而在这个台子上有一个金色的椅子。那么在尤勒蒂和帖木儿使团进行第一次会面之后呢，使团就被引到了第一个庭院，并且被带着来到了他们所居住的后殿。那么这个就是，也就是左上角我们这两张图片都是我们现在所拍的故宫的图片，当然不可能和当时的明代都城的宫殿是一样的。那么在第二天的使团们他们拜访了其他的地方，同时呢也来到了皇城的另外一个庭院里，他们见到了皇帝的第三个宫殿，看到了另外一个很大的平台，里面有一些小的平台，还有香炉，那么里面有木质的梁柱，上面会有图案砌成了姜黄色。那么他认为，就算是技艺最精湛的手匠人都没有办法建成这样的柱子。另外，和他们一起的另外一个人呢，告诉他们说，这个平台其实已经有8年的历史了，但是呢，奥镇，也就是这个使团的成员，觉得它还是新的。那么这个空间呢，是经过修缮，以供皇帝驾临和举行节庆活动时使用。那么日记之中的其余有关北京建筑的介绍，都夹杂在对于传统节日的叙述之中，比如说在古尔邦节，也就是伊斯兰历12月10号的时候，使团还有一批穆斯林，他们居住在努勒地所建的一个清真寺之中。而1421年1月27号呢，这些人他们听说，第二天就是中国的春节了。那么在前一天晚上，他们就参观了一个非常壮观的建筑，它是长1920英尺。有一个观景的大厅，那么其他的建筑呢都是由石头和砖所制成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空间里面，所有的砖它的排列都是横平竖直的，没有一丝的倾斜。那么他说，这个石料切割、木工还有砌砖技术都是不用力的。那么在为期一周的元宵节之中呢，这位日记的作者他看到努勒地的宫殿外面支起了一个柏树制作的灯棚，看起来就像翡翠堆成的山一样，有数千盏花灯都是由浸了灯油的绳子连在了一起。那么就是当一盏的花灯点亮的时候，这个其他的灯就会由这个绳子来依序点亮。那么其实这个Alwaleed，也就是这个日记的作者，他并没有亲自见过这个情景，因为当时那一年并没有进行这样的活动。当时那一年的中国钦天监告诉永乐帝说，这一年不宜点火，否则会有火灾。而就在这年的前年，确实发生了火灾。而最后一个有关于明代都城建筑的描述，是关于一个围猎营地的。当时呢，使团去被召唤前去面见永乐帝，但当时呢说永乐帝围猎受伤了，他是从一个马上掉下来，而这匹马呢是沙哈鲁所送给
给永乐帝的这匹马算是帖木儿的一个传家宝物，但实际上呢，感觉永乐帝好像他的骑术并不是很好。当使团来到这个猎场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个500立方英尺的土墙，那么这也是展示中国精湛技艺的另外一个例子。这一土墙它是围住了很多的帐篷。那么当时呢，永乐帝也厚待了这些使团成员。几天之后，使团接受到了来自永乐帝赠送的礼物。那么在不久之后，永乐帝的一个妃子去世了。那么在这个妃子的葬礼的前一天，宫殿里的某个建筑是遭雷击引发了火灾，而当时呢，这个火灾还殃及到了后宫的其他建筑，而其他的250座建筑也被毁了。那么在这个使团在北京留住了6个月之后，他们离开了，离开之际收到了各种的纺织品、银锭、纸币、马、弓箭还有长矛。而在官方的史书之中，还有这些日记以及其他记录的记载，都展示出了明朝和帖木儿之间的物品往来。那么，我们要真的了解中国的一些器具对于帖木儿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去详细的了解这些交流，这也就是我下一部分要讲的东西。那么最明确的中国物品对于帖木儿器具的影响，那就是这样一个证据，它是哈烈的帖木儿工作坊所提供的图纸。那么这里面呢有各种织品、纺织品、建筑设计、建筑装饰品，还有可携带的物品等等的设计，而其中也有很多带图的手稿。那么其中有一个图纸，它展示的是对于动植物图案的研究，比如说有一个圆形的图案，它们里面有一条龙被三只狮子围住，同时还有一个尖头的一个奖章一样的，描绘的是狮子和龙。同时呢，还有关于狮子、牛还有两只麒麟的不同姿势的研究，还有关于龙凤头的图案，以及其他一些小的图案。另外一页包含五幅图纸，一个是就是右边右上角的这个带花朵的枝条，同时呢还有各种昆虫，两个左下角是两只鸟，同时呢还有带有果实的枝条的图案，另外还有龙盘在树叶之间的这样的图案。那么通过这些图纸呢，帖木儿他去收集了一系列的可以用在不同材料上的图案，比如说木、金属、皮革、石头还有水粉等等。那么他们都是通过不同的对中国和本地和外国器物的设计的练习和改编来实现的。那么同时还有一种叫印花粉转印法的方法，那么它在这个纸上留下了污渍，另外呢还在线条周围留下了针刺的痕迹。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帖木儿的艺术家他从哪些图案之中得到了启发，不是说直接使用了这些具体图案作为灵感。比如说有人可能会觉得永乐年间的青花瓷瓶，还有帖木儿的一些有着尖尖的树叶和果实的枝条，它们的图案非常相似。不过当时中国的瓷器确实是得到了
波斯一些国家的新代，而我认为当时呢，75%的到伊朗的瓷器和中亚的瓷器呢，都是来自中国的。所以当时呢，中国的瓷器确实占了伊朗瓷器的很大一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中国的长方形或者是八角形的黑漆嵌螺钿器具，它是镶嵌了珍珠母的，就是螺钿。图案呢包括花朵、鸟，还有竹子、麻雀。那么这个呢，图案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和明朝早期。那么这些图案都有可能是给了提莫尔艺术家以启发，比如说像这样一个嵌螺钿的工艺呢，它是很好以线条的形式复制的，同时呢也可以在用贝壳去拼接的图这个过程之中来复制。而这样一个镶嵌工艺呢，它看起来就像是画上去的一样。It's a formal feature less developed in ceramic glazing. 而中国的螺钿漆器呢，虽然并没有在书面的文本之中表明它就是帖木儿王朝的艺术家的灵感来源，也没有说明它是起源于伊朗，但是呢，在1430年哈烈的帖木儿工作坊之中呢，它的进度报告确实提到了珍珠母的使用。我们发现一个波斯的艺术家，他确实使用了珍珠母这样的一个设计来设计答案，但他有可能就是受到了中国作品的影响。而在帖木儿时期呢，他也出现了红色或者黑色的雕漆器具，与他非常相似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像左边的这样一个图案，它是描绘了雌雄孔雀在牡丹丛之中的这样一个浮雕。而右边的这个圆形的图案呢，这是帖木儿王朝的设计。右下角的它的圆形图案还有花和鸟的图案呢，都和左边的雕漆是非常相似的。而另外一个例子，也就是这是一个雕漆盒，它雕刻的就是一丛茂盛的丹花还有树叶。而像帖木儿的工作坊呢，它的设计可能主要只是模仿了花朵植物，而不是动物。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多莲叶，但是呢是互相的卷曲缠绕在一起的。而同一页上呢，也还有其他的圆形图案的设计，它就和很多的中国作品有相似的。那比如说像这个用红色墨水所做的设计，它就非常像是红雕漆盒。虽然说在波斯和中国的历史之中呢，都没有任何记载表示两国之间曾经进行过这种雕漆盒的赠送，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之前呢，1403年是送给了日本足利军校的一个金漆家具，还有58种雕漆的器具，所以确实是，这是明朝永乐年间所赠送的，所以确实有这种向外国赠送雕漆器具的历史。而同时，《明史》呢也提到，我们看到，有这种漆器的记载。那么这个漆器呢，就是他所提到的价值很高的中国的这个用瓷和漆所做的这种器皿。那中国的这个
有雕刻的漆器呢，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证据，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模仿的这种浮雕的漆器，用其他的 物体材料所制成的，那么包括皮毛、木头和这个石头。那么还有呢，就是 Sharuk 另外一个、儿子的这个伊布拉辛·苏丹相关的 这部作品当中呢，也写到当时呢，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波斯的文化传统呢，都对于这种艺术形式有一定的影响。那么通过这种金银线雕饰的浮雕，我们可以感受到它当时的这个是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名贵的。那么这种呢，可以追溯到1406年的时候，在阿赫迈德苏丹统治的时期，这个是提姆尔帝国晚期的一些例子。那么它是把动物还有一些小规模的图案呢，融入到了这种艺术形式当中。还有呢，就是有这个中国的彩色纸上面的一些抄录的Sakurhat 的这个文学作品的抄录版本，那么它呢也是由一些金银线雕饰的浮雕所构成的，而且呢，它在内部所构成的图案呢是两个麒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时萨马尔罕的这个统治者呢，他所拥有的这个有雕刻图案的盒子，它所展示的呢，就是当时中国文化、中国的物品对于当地文化、对于帖木儿文化的一个影响。那么，这种文化影响所使用的这个媒介呢，其实就是这些有雕刻图案的漆器。那么通过这些漆器呢，其实也对于当地的艺术形式有注入新鲜的视觉效果，注入新鲜的血液。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国十四世纪中期所出现的这种青花瓷的容器，这种形式呢，其实也是在帖木儿获得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发展，就是它以它为基础所发展出的一些图案的图文的设计。那么或者呢，就是这个漆器的这个藏经盒，以及用这个刺绣或者纺织品所进行装饰的这些艺术品。那么这些例子呢，展示出的就是帖木儿艺术实践当中的这种复杂性，就是它有的呢图案呢是来源于中国的，比如说这些花朵、这些动物的这个图样。那么这些花朵和动物呢，它们有的呢是真实存在的，有的是传说中是想象出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设计呢是本来是用于一种材料上面的，那么之后呢，他们发展到了其他材料的这个雕刻上面。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帖木儿的使团和这个商队呢，他们也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艺术以及中国的建筑，那么尤其是永乐皇帝永乐时期的这些器具，他们所使用的器具以及相关的这些方面的知识。那么来源是哪里呢？就是从明朝的首都一开始是在南京，后来到了北京，从这两个时期当中永乐皇帝所选择出的回赠的礼物当中呢，帖木儿帝国也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艺术。那么还有呢，就是有更多的形式或者特征比较中立的主题的图样呢，或者说主题的影响呢，也进入到了帖木儿艺术的殿堂。在1420到1440之间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例子来证明帖木儿的这个绘画呢受到了中国的影响。那么这些图案呢，一开始是中国的这个水墨画所展示的，后来呢也进入到了帖木儿图画当中。
比如说这个罗汉的形象，以及佛像，以及这些圣人的形象呢，一开始是宋朝李公麟，也就是这个1960到1279年间的这个宋朝所创立的。之后呢，到了元朝，那么在之后呢，通过帖木儿的这些使团呢，从中国传到了帖木儿。那么还有呢，就是有四位诗人，他们的这个身体上呢也有很多的装饰，还有一些书籍以及纸张上面的段落呢也被这个墨笔涂黑了。那么这些帖木儿的绘画呢，其实他们的图案呢都是来源于中国的，但是呢这个艺术家他们对于中国的绘画技巧呢并不是非常的熟悉。那么有一些图案呢本来是中国的这个白描画当中由笔墨所创造的，但是呢在传入帖木儿帝国之后呢，当地的艺术家呢并不太了解中国本身的这个绘画技艺，所以呢也有一定的修改。那么这些图画呢，其实也这些绘画其实也提供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明这个帖木儿的艺术家是把另外一种文化当中的意象也好，这个模特或者说这个模型也好呢，是重新编码的，融入到了这个帖木儿的绘画当中。那么在1419到1422年的这个使团往来几年之后呢，有一个叫做这个升天书的这个作品，那么它有一个抄本呢是维吾尔语的，那么它是藏于沙胡尔卡的这个图书馆当中。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呢也描述了关于佛教的一些这个内容，那么比如说这个一半是火一半是雪的这个天使，以及还有相关的文本当中的一些非常详细的细节，那么比如说这个从耶路撒冷到七个天堂以及最终升入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故事。那么其实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些天使的形象呢就是来源于佛教文化的，就像帖木儿的绘画以及这些故事的描述一样呢，这些天使呢其实也是来源于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也吸收了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一些文化元素。明朝和帖木儿帝国之间的使团往来的高峰期呢就是永乐和沙库尔哈的期间，那么他们有很多直接的往来，那么这些直接的往来呢也帮助两地的艺术家去创造了一些全新的视觉效果。那么比如说在中国的艺术史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艺术的元素是来源于异域的，那么他们也有一些非常非常正式的表达。那么这些物品呢，那无论它是绘画还是木雕或者是石雕，那么它都有着非常神圣的这个中国艺术品的这个光环。那么但是呢它也出现在帖木儿当地语言所使用的一些习语谚语或者说是艺术风格当中。那么在其他的一些例子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帖木儿的这个艺术元素当中呢有佛教的元素存在，或者说是这个佛教的元素呢被重新的融入到了伊斯兰的艺术当中。那么还有呢就是范围非常广泛的中国的艺术通过这些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描绘也进入到了帖木儿的文化。那么这些互相的影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Gas Aldin 的这个自述当中。那么他的这个旅行的自述呢，其实是他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都是他亲眼所看到的。他很明显呢，他对于中国的建筑师和工程师的这个所建筑的碉堡、桥梁、这个塔和寺以及城市的规划呢，感到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那么还有呢，就是 Gelsaldin 呢，他感到非常的感动，因为在这个中国之外的这些艺术家和手工匠人呢，他们其实很难与中国的这些艺术家和手工匠人所比拟。那么他对于中国寺庙和这些塔类的建筑的描述呢，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他的这个旅行日志也因此成为了与他同时期的对于帖木儿帝国之外的这个世界所进行的描述。那么当时呢，这种描述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他也提醒我们说，当佛教的文化遇上伊斯兰教的这种一神论的这个文化呢，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因为他有描述到这个对于这个上帝的崇拜的力量呢，是一种非常非常伟大的力量，但是呢，他们并不会消失。因为他有看到了其他的这个宗教，那么他也展示出了对于其他的这种宗教的尊重。那么但是呢，他在提到中国佛教的时候，他使用了这个偶像崇拜，他所关注的是他们进行这个佛教崇拜的这种行为。那么他也有提到说，与伊斯兰教的这个一神论和这个政教合一相比较呢，在中国呢，更像是一种中国异教徒，他是所使用的这个词。那么这也是他唯一一次提到这个佛教的这个崇拜空间。他有说到这个有很多的人在这个巨大的异教徒的这个偶像当前面呢，这个很多人在跪拜，在鞠躬。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有提到佛教文化和建筑。他说到这个这些，它只是一种白描性的叙述性的描述，而没有给它赋予任何的含义。那么还有呢，就是他有提到一些文字、一些绘画。那么他所进行的这些描述呢，后来都进入到了这个帖木儿文化当中。那么还有呢，就是释迦牟尼的这个巨大的偶像呢，也是对于当地文化的一种代表。还有呢，就是他所描述的一些点呢，其实也是对于社会行为、社会文化的一种描述。那么以及这个对于佛教崇拜的文化呢，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是很难说从非常深入的去详细的解释的。那么这个自述呢，无论是展示出的是不关心也好，还是这个漠然也好，那么其实它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积极的方面。那么这也就是对于这种文化的这个交锋的尊重。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看到这个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时候呢，所想、所思考的是，他如何能够为己所用，而不是一直在表达着对于这个文化本身的意义。这就是我要讲的，谢谢。Thank you.
非常感谢您精彩的发言。能不能给我们从这个全球的背景这个层面去大概讲一下艺术史？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帖木儿他是处在一个像伊斯兰教转变的过程之中，但当时有很多人其实是有着中国文化的背景的。发言的话筒声音太小，听不清楚。那么 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您暂时使用话筒，否则同传没有办法翻译。请使用话筒，否则同传没有办法翻译。Those are very good questions.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说到这个帖木儿的文化和艺术。Our historiography of the Islamic material. 当时其实伊斯兰的相关的史料，在艺术史之中是非常繁多的。像中国历史一样的，就是你们有很多的朝代，南宋、北宋、明清。那么我们也会去按照历史的顺序，在不同的朝代之下去研究他们的艺术。但实际上，历史之中呢，政治精英之间，他们政治上、经济上之间的联系呢，和在他们朝代之中所产生的艺术形式都是有很多的关联的。那么至于游牧民族，帖木儿他们算是游牧民族，也保留着这种季节迁徙的传统。这算是成吉思汗的留下的传统。那么这对于他们取得政治上的权利，也就是在十四世纪晚期、十五世纪早期，蒙古获得这个政治力量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而在那之后呢，他们也保留着游牧的传统，但同时也支持城市的发展。而帖木儿他们其实在十四世纪之前就已经向伊斯兰教转化了。那么当时呢，有一个突厥化蒙古族的部落，他们当时也存在，是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左右。那么十三世纪的活动使得蒙古和他们之后的保留他们传统的后裔有了联系。当然可以强调这个沙哈鲁，他是和永乐帝之间有着最多的联系的帖木儿君主，他也是一个伊斯兰帝国的君主。那么他也是在历史中描述成一种一个伊斯兰教的革新者。沙哈鲁呢还放弃了蒙古法，而支持了伊斯兰教法。那么1409年，也就是沙哈鲁继位之后呢，他们这个帖木儿呢就离他们原来的蒙古传统越来越远。
Our history departments in America, depending on their size and on their institutional contexts and on their access to resources, vary in their configuration. There's a tendency in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history departments for them to be formed from specialists of many different fields. 他们可能是从各个领域能够获得，资源，比如说像中国的艺术、日本艺术、东南亚的艺术。 Five professors teaching in early modern European. 而像 six professors who work in Africa. 他们有我们有很多的教授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艺术。 And then there's some professors who have a major interest in the research area, but also the feet and modern contemporary periods. 而1940年代呢，当时有相关的院系建立的。而我是96年得到了这样一个职位。但其实呢，当时这个职位是所有有关伊斯兰教艺术和它有关的唯一一个正在招聘教授的职位。 一直到现在，也就是过去20年以来，这个领域一直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繁荣。那就是2001年，特别是2001年之后。 想问您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要去选择伊斯兰教这样一个时期去研究两国之间的联系？ process of interaction. 这也证明了文化之间的交流，就是亚洲。
内部古代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复杂的。我不知道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不是问的这个。谢谢，不客气。Have you seen any of these Ming papers before? 之前有没有看见过看到过其中的这些主要的这个文件。Any other questions?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Yes. 好的。有没有中国艺术家带使团去了帖木儿然后返回的？还是说只有帖木儿派的艺术家到了中国？他们是不是想学习一些技术？他们是不是带了一些专业人士去中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图纸都是来自一个画集，一个总集，它是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大多数都是十五世纪前半叶。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图纸。Which was extracted from this album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包括德国的，还有其他的国家遗留下来的一些图纸，他们都是来自这样一个统计，这样一个统计。那么令人非常震惊的是，you know, taken the motif from the object. 他们是从一个图案一个器具之中获得灵感，同时呢再把这个艺术加以改编，去把它用到其他的材料，或者是改编成其他的图案。所以我们可以去对它进行设计，但是其实并没有很多的器具可供参考。而我们可以在纸上进行设计，但是实际上真的去把它应用到实际的器具上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像刚才看到书上有绘制的金线，还有一些金工的制品，一些纺织品，我们就可以在这些材料上去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和练习图案的这个实践和练习。那么至于中国的艺术家，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的历史记载说中国的艺术家在帖木儿帝国之中有很活跃的活动。从十五世纪早期到之后，不过这个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只是没有证据来证明。那么还有呢，中国有很多的证据来显示中国有艺术家去到其他的中亚的地方。那么在其他重要的地方，比如说 Kani 与这个中国之间呢有很多的交流。那么比如说这个忽利谷，那么他把他的儿子呢派到波斯现在的伊朗去进行交流和学习。所以中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呢，其实在这个不同的方面呢是有一些类似的做法的。很相似，但是呢我不能够直接说就是他们一定跟帖木儿有或者没有类似的交流。你好，我比较在意这个帖木儿明朝使团的人员的构成，是所有的人都是来自帖木儿的这个官方的这些官员，还是说有一部分会有商人加入，货品商队的加入，然后还有一些劳工的加入？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Sorry. I'm sorry.
就我再重复。嗯，您最好再重复一下，因为他刚才没有听到翻译。Sorry. Should I repeat the question again? Yes. 就是我比较在意铁木儿这个明朝使团就是铁木儿使团的这个人员的构成，是所有的人都是来自铁木儿，他们这个王朝的这些官方的这些官员和大使，还是说有还有一部分的商人带着自己的商队加入进这个使团里，其中还包括很多的这些劳工，然后这些使团里的这些人，所有的人都是来自同一种族，还是来自中亚的很多不同的国家构成的这么一个使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当他们把这些明朝的这些图案还有一些货品带回当地的时候，然后他是如何把这些纹样还有这些文化，然后能够就是把他们引入到伊斯兰世界，引入到他们的这个经文的这些花样当中，让他们也可以就是让他们的文化还有这些就是信徒也可以接受这样来自异国的图样。喂，就是这两个问题。Thank you. Thank you. Great question. 好的，好的，谢谢您。这两个问题呢，都是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今天关注的焦点呢，是这个非官方的使团。所以我们看到官方的方面呢，也有一些记录。那么有一些官方的使团，政治方面的使团是由统治者派出的，从亚欧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从亚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当然呢，在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层面上的交流。那么这些其他层面上的交流呢，是由商队来进行的这个贸易交流。那么所以呢，其实是有不同层面的交流的。那么我的兴趣呢，主要是在这个波斯方面。那么在历史上记录下来的这些官方使团，这个主要是我的研究兴趣。那么关于这个帖木儿历史当中这些非政治非官方的这个使团，那么如果你的兴趣是这个的话呢，那么可能运气就不太好，因为其实是没有什么记录。但是在中国方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绘画。那么关于这个中亚的商队的使团，无论是到达南京还是到达北京，都在这个中国的绘画当中，还有中国的这个明史当中有很多的记录。那么，因为这些使团、这些商队呢，他们到达的时候，那么都是要向中国的皇帝去进行朝贡的。所以在中国这一端呢，在这个接待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记录。那么因为他们是要向中国的皇室去进行朝贡，所以这方面呢是有一些记录的。那么在波斯方面呢，可能对于这些商队这些非官方的使团呢没有太多的记录。那么您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设计的。那么这些由中国到达帖木儿帝国的这些物品，那么是由这个使团所携带的，从明朝带到了帖木儿帝国。那么我的主要的观点呢，是其实是一些非常少见的案例。我们看到这个佛像也好，这个偶像也好，都是保留下来的。那么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有很多头的这个天使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佛像也好，那么至于说它是如何从明朝的这个本来的这个形象来进入帖木儿帝国呢，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经历了很多的解构，就是这个原始的形象呢基本上已经变得不可见或者变得认不出来。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一些偶像的这个设计，或者说这个文化的融入当中呢，我们看到像是比如说这个佛像也好，或者上帝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来自佛像的这个人像也好，我们发现的是他已经
剥离了原来的文化含义，就是说他进入帖木儿帝国之后呢，他已经丧失了原来在佛教世界里面所拥有的这个含义，而是在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所进入这个帖木儿的文化的。那么我们也看到，那么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像这个纺织品呀、色彩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元素呀，也是从中国的文化所进入到帖木儿的文化当中的，像是比如说这个瓷器上面的装饰，那么有一些图样呢，可能就是从中国那边模仿过来的，还有这些漆器上面的装饰，这些图样，那么从中国进入到了西亚。那么所以它所定义的这个背景呢，其实是一种优雅，或者说是一种尊贵，一种昂贵。你好教授，我非常好奇的呢是关于其中的一幅绘画，您能不能把幻灯片翻到第七页？这些绘画也是我们这个海报上所展示出来这个图画，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好奇，我非常受它的吸引。应该是这我的第七页是这个地图，西亚的地图，我想应该是这一张吧。是的。我不太了解这个图案的意思，那么我想呢，它也是从这个花朵的这个意象上所模仿过来的。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用花朵来进行装饰，还有水，但是这一页呢它整个的背景都是黑色的。我只是在想，那么它是受到了漆器的这个影响吗？这个是丝绸的，这个是丝绸的，然后之后氧化了变成了黑色。那么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这个丝绸呢，在13世纪末期到14世纪早期经常被用作，在伊斯兰世界当中经常被用作绘画的材质。那么所展示出的这个水的意象呢，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意象。那么当然呢，这个水的意象在这个中国的绘画当中也经常出现。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丝绸，这个绘画呢是在丝绸表面上绘制的，然后之后呢这个丝绸氧化了，所以呢是这个样子。那么不过呢，这又是一个另外的故事了。因为我们谈到这个绘画的手稿，就是中国在13世纪早期跟波斯之间进行的这个文化交流，那么通常都包含着很多来自中国的这个山水画，那么像是比如说这个草木、云朵，还有动物，以及包括这个中国这个龙的意象。那么这个伊斯兰当中的这个龙呢，是有很多的鳞的，那么就是也很小，但是在13世纪之后呢，受到中国的影响，伊斯兰世界当中这个龙的意象呢，突然变得体积大了起来，就是它也是受到了这个中国的文化的影响的，在13世纪早期。那么之后呢，这种文化的交流一直持续到了15世纪。我想呢，你也想听故事，但是这个是我能提供的这个答案。那么其实这个是伊斯兰手稿当中比较无聊的故事吧。那么他所展示出的就是这个统治者有没有正确的对待这些艺术品。那么还有呢，就是统治者在成长的背景当中，可能他们成长的背景也会对于他们有一些影响。
那么比如说呢，可能有的王室成员呢，这个他的统治被推翻了，或者说他这个没落了，然后他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右边的这个呢是关于一条船，两个兄弟，那么他们渡河，是朝着一个池塘，那么有一个人落水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呢，这个人呢就想要让船上的人跳下来救他，但是船上的人拒绝了。那么最终呢，他是爬上了这个塔。当然呢，这也是有一些这个生活的这个原理在里面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吗？你好，老师。我想问，我的问题是，就是雷亚斯顿他来到那个吐鲁番的时候，他看到那个佛教徒的那个寺庙，很大的那个佛像，然后，这就表明那个吐鲁番当时有很多那个佛教徒。然后在那个伊拉特，哈里在那边那个绘画的很多那个作品中，你刚才也展示了那个回鹘文的那些那个米拉赞曼，像米拉赞曼那样的那个作品，用那个回鹘文来编写的。那我们这个在这些那个图片绘画里面，这些艺术里面，能不能看到这个回鹘古代维吾尔艺术对这个帖木儿王朝的那个印象，我们能看出来吗？谢谢。Excellent。很好，这个问题很好。在吐鲁番的这个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方面呢，就是它有佛教的文化，也有这个伊斯兰教的文化，他们是并存的。那么回鹘的这个艺术的影响呢，是有一些可能性，但是呢很难受由这个现在我们现代可见的这些文件的记载所支持，就是我们很难去找到这个相关的证据。那么如果说有什么证据能够支持您的这个假想呢，那么就是 Malik Bakshi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回鹘人，那么他是在这个赫拉特，那么是他有一些这个抄本，那么这个抄本呢是用维吾尔语写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蒙古帝国，还有这个波斯、伊朗。那么在他们的这个王室呢，他们是有一些多语言的这个描述的。除了 Mirajnami， 我试试回到那页 PPT。它的文本是，它是原文是阿拉伯语，翻成了波斯语。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图的这个阿拉伯语，它像是这个图片的解释文字。而如果沙哈鲁时期的其他手稿，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维吾尔族的痕迹，有可能维吾尔族它是发挥着一个中间人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考虑的方向，不知道是否回答你的问题。谢谢。
Thanks, Professor. 谢谢教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能否把它放到那个前面的第七页？就是能否放到前面的第七页？对。I'm going. Okay. 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像这种波斯话，在那个时期，它可能会受到那个文艺复兴早期时期的那种图绘方式，还有呢，有这个东方的这种国画的那种构图方式。我在想这个。波斯那个时代，铁木儿那个时代的那个，这个西壁画当中，它在往西方再到东方，他们两边之间的这种交流，对绘画的影响上，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啊，是。Very good.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幅画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也就是帖木儿时期的这个画，让我印象最深的呢，是它关于一些景象的描绘。画作呢，它能够展现出文化，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手稿的插画呢，它是从十三世纪开始就流传出来的。大家可以在书籍之中找到这些插画，在其中就可以看到一些使用颜料，还有一些书封的设计呢，它都受到了中国艺术的影响。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艺术对于画作有如此多的影响。我认为它画作的组成，它的一些结构呢，也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另外呢，它包含着波斯和阿拉伯的一些传统。那么至于就欧洲的艺术，在我之前给大家看的这个画作总集里面，它有些作品呢，它也受到了欧洲或者是古代。亚洲有些欧洲的画作受到了古代亚洲艺术的影响，比如说像从二世纪到十四世纪都有这样的痕迹，所以说有一些画作呢有一些欧洲艺术的痕迹。比如说当时呢在伊拉克和伊朗西部十四世纪有一些欧洲人活动的痕迹。另外帖木儿王朝早期有一个叫克洛维霍的人，他是从马德里到了萨马尔罕，是1401年到1405年期间在帖木儿生活。当时呢他也记述了一些关于基督教艺术的器具，将他带到了帖木儿，同时呢还有一些来自勃艮第的这个挂毯。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帖木儿当时有一些少量的欧洲生产的工艺品，但是它并没有对当地的文化起到主要的影响。Hello,
非常感谢您的演讲，您的讲座。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到文化交流，感觉更像是外交上的一些交流，所以我在想，文化交流，它对于帖木儿王朝去稳定自己的国内经济。世界社会的稳定是否有意义？它是不是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上的交流？谢谢。是的，我认为保持经济的稳定当然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部分，但是呢，我们欣赏这些精美的器具的时候，我不用太考虑经济上的问题。当然，促进经济发展也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有点扫兴？谢谢。我也想问一个关于维吾尔手稿的问题。我当时在柏林学习的时候呢，我知道当时有很多维吾尔的手稿，不过都是小规模的。那么我想问的是，帖木儿帝国之中呢，是否存在着这个维吾尔语的一些文字呢？这是对于我们未来的研究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至于维吾尔的文字稿，我现在记不得相关的资料之中记载提到了这个维吾尔语的文稿，是不是会有它的这个字母表？我现在是想不起来是否有相关的记载了，但是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人去研究它。如果你有像Gil Odin 这样的日志的记载，它里面就会记载关于文字系统之中呢，它会受到哪些不同文化的影响，都出现了哪些不同文化的文字系统。那么像 Odin 呢，他就在他的作品之中提到了用不同文字所书写的同一段内容，那么这就让我们明白当时呢一些书写系统可能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不过到底是不是说的维吾尔，有没有维吾尔的这个文字稿，我们还是要看是否有相关的史料。那么同时呢，我们有 Midraj， 还有英国的图书馆之中呢，说到这个 Gerard Ferudin 他的一些材料。但是维吾尔语的相关的内容可能却被忽略了，那也许你将来会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不清楚这个 Shah 他是不是在帖木儿，也是在帖木儿时期。我知道最近有一个新书出版了，还没有但是它是一个土耳其的文稿，里面可能出现了维吾尔语。那么这个是十六世纪早期，那么当时呢这些材料已经包含了不同语种的手稿。点用中文，就是您我想知道您对于这个，就假如说有一天您看到因为您作为这伊斯兰文化的一个专家，西密画研究的专家，如果有一天您看到这些西密画被剪了，
就是他们重新被拼接，因为这个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个研究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十八世纪的中欧的时候，他们哈布斯堡帝国他们把印度的西密画全部剪了，然后重新拼接在他们的一个皇室的一个宫殿里。然后我就想知道，就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的话，对于这样的一种操作，您是一种什么态度？您是否会也把这种做法看成是一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融，或者是一种新的阐释的方式？I see this as just doing history properly, doing history responsibly. 认为这关乎到是否以负责任的态度去对待历史。By tracking down all of these points of encounter. 那么我们去追踪这些不同的交流，有相同意见和不同分歧的这些痕迹。It's an approach that I think we should all undertake.的一个工作呢？不同的领域呢，他们都是由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问题来驱动的。我们考虑到国家传统和民族传统，那么他们会引发人们去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当时呢，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对伊斯兰文化产生了兴趣。那么，伊斯兰教徒呢，他来到不同的世界，都会遇到不同的文化。那么今天晚上我讲的呢，就是伊斯兰教文化全球与全球文化互相接触的一个例子。所以像这样一个系统呢，它是在适应全球的传统，同时它也是非常开放的，愿意去接受来自其他文化的启发。当然也是有一些例外情况的。谢谢。非常多很好的问题 ，Roxburgh 给教授给我们讲的非常的。非常的一个深入的一个讲座，给我们打开了很宽的视野哈。因为这方面伊斯兰教艺术我们确实接触的很少。我记得就是有一个波兰的，就是籍的这个美国的艺术史家跟我说的，这个美国艺术史非常强大，是因为他们对全球都有了解，对全世界的艺术都有专家。然后比如中国专家，我们也知道非常好的专家都在。很多在美国，然后他们伊斯兰也有专家，方面中东也有专家，对于东欧也有专家，波兰也有专家。他说他回到波兰去，就是他的母国，就是他父母在的地方，他们访问的时候，他发现波兰艺术史系的教授90%都在研究波兰艺术史，他们只研究波兰艺术史，然后再研究一些。偶尔有一些西方专家，然后就是研究西方主流艺术，其他都不研究。所以这样怎么可能使他们的艺术史强大？怎么可能有全球视野？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点上，我们特别应该反思自己。还有呢，就是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视觉文化哈，对最近对我们艺术史的冲击很大。视觉文化我在2004年可能就介绍，就是最早写的这个文章，那时候还很少有人介绍到中国，那时候很多地方都转载了。然后这个视觉文化研究非常重要，但是视觉文化给我们打开一扇窗口，让我们更好地研究艺术史，因为我们是艺术史系，从我们艺术史的角度来说，视觉文化是帮助我们研究艺术史，不是我们艺术史去帮助研究视觉文化。所以在各个，当然了，在别的角度上来说，如果你是哲学系的或是多媒体系的，你们当然是用那个角度来说，就是你研究视觉文化的时候，你用艺术史作为一个借鉴哈，作为一个插图都可以。但是呢，我们作为艺术史系，我们的同学们和我们的研究者们，我们应该很注意，我们其实用视觉文化的方法，我们用社会政治，实际上还是要研究我们的艺术史的。我觉得哈佛大学艺术史系
这个 Roxburgh 教授的这个讲座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 example， 一个例证。好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